群众天天吃海鲜住海景房，这些人究竟是谁？他们就是靠海吃饭的八爪族。其实不是他们有钱，而是八爪族依海为家，从不上岸。他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小船上，经常潜进海里捉鱼，所以个个是潜水高手，不带任何工具，可以在几十米深的水中游来游去，真是真实版的人鱼呀！关注赛。